到演登场。Hollywood 的贩卖价格跟目标。Hollywood 在等级的设定上区分为三个车型：实用经济车型、基本主力车型跟豪华先进车型。在价格设定方面，虽然日元持续的升值，原厂跟和泰还是极力共同的吸收汇差的损失，尽最大的努力定出符合市场跟顾客期望的价格。首先发表的是 2.0J 实用经济车型，配备有前后玫瑰的大型保险杆，从 SRS 气囊、智慧型恒温空调、吸顶式的后座冷气的循环装置等。使用舒适配备外呢，更具备了 ABS、VAS、EVD 跟 ECHO 驾驶辅助系统，车价是72.9万元。是 2.01 车型，配备有豪华皮质的座椅、定速巡航系统、跑车化三幅真皮方向盘等，车价是76.2万元。接下来发表的是 2.01 Tai 车型，此车型呢，除保有原一等级的配备外，还增加了 HID 气体放电式的头灯、 Smart Entry、 Push Start 八项电动椅、副电动腰靠的调整跟16寸的铝圈，车价是81.9万元。接下来发表的是 2.0G 车型，配备有触控式的 DVD 音响主机、大型 LED 车式的基本灯、 MID 多功能资讯显示幕、方向盘换挡的拨片等，车价是86.5万元。针对 2.0G 的车主，我们另外提供 IPA智慧停车辅助系统、 BGM 导引式的倒车影像辅助系统、停车侦测雷达、 VSC、 TRC 卫星导航系统、 ABN DVD 音响系统等七项专属的选配套件。我们相信以 Hollywood 的全新商品的魅力，将更扩大 Hollywood 的贩卖量跟占有率，所以我们设定月贩的目标为1600台。这次 Hollywood 的上市，我们特别与台湾高铁异业合作，推出满载希望的热情的 Wish 彩绘列车，以 Wish 的图像包覆高铁列车，并命名为希望列车，将希望传递到全台每一个角落。为了延续话题与提升上市的气势，我们也在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台南跟左营站展示大型的吊旗，强化整体广宣的气势。另外呢，即日起我们将于6个高铁站内的合运租车的柜台展开传送希望、分享爱的义卖活动，将市价899元的 Wish 遥控车以500块的价格卖出，并将所得全数的捐赠弱势团体，将希望无限的延伸。